奋斗不懈，得到非常好的成绩。今年我们的男足组的 HBL 冠军队泰山高中，亚军队南山中学，我们的女子组冠军淡水乡公队，带动了整个新北市的运动风气，在所有的年轻的学子们来说，对人来说，高中篮球的比赛的热情，深层的教育意义，可以激发人生不一样的思维，带动所有年轻人逐梦的一项运动。我在当副市长的时候，就常常有机会去欣赏 HBL。在重要比赛的时刻，同学在挫折当中的成长，所以看也看了很多年。球加油！你们虽然资源没有那么丰富，但是你们的奋战精神我非常敬佩。我记得103年的时候，泰山高中横扫所有高中篮球队，20几连胜了。23年怎么样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23年没有拿过冠军，完全没有拿过冠军，拿过2次第二，1次第三。而且李立泰校长今年应该是最后一年的季后赛，第7年的话，所以在泰山高中的岁月已经不多了。肖局长说的啊。而且历来学校在泰山办校有口诀的办，每次输的时候他都给孩子们鼓励再鼓励，有没有放弃过？所以导头我心里想，那今年应该让泰山拿一次吧。但是不管谁赢谁输，能够打到冠亚军都是赢家。所以其实对新北市的所有这些篮球队，不管从校长、教练到我们选手们，其实都是一种人生激励，往前走最好的故事。蔡成刚投了一个3分球，哇，那个转播镜头我一直看，很精彩。这绝对不是运气而来，这是苦练下的功夫，在最关键的时刻投了一个3分球，赢了进决赛的门票，这个真的很不容易，不简单。有时候球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人生到没有最后那一刻的时候，不知谁是赢，谁是输。泰山高中没放弃，南山高中仍然在奋战，两个球队都很认真、很努力。我看到我们石坚总教练，心情是不好，可以从电视转播近距离来看他的时候，我也觉得，我风向看出来，好像应该给他们更多的鼓励。所以我跟蔡校长说：“校长，南山其实也。”也只是一场拳赛，下次一定还会有机会再赢。获冠军请于贤华校长、陈美玲教练、六位教练掌声对称。学们，我们新北市的教育带来更多的启发，这才是我们要的。
我们仁林祖祖淡水三公，我非常谢谢美丽教练。为什么要特别提美丽教练？美丽教练是带着这个球队，以严格管理、纪律严明、亲力亲为，永远鼓励球队锲而不舍往前走。这么多年来，承上启下，历经过很多的校长，其实教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其实他是带着一个正向鼓励，来让球队往前走最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带着球队往前走。所以郭宏廷队长表现得非常好。那今年真的谢谢这三个球队，淡水三公，明年期待你三连霸。那这两个南山、泰山，不管是哪个球队，输赢不重要，重要是告诉我们人生在这一个过程当中，同学们学到了什么，然后你可以告诉别人，你在高中岁月里面留下什么满满的回忆，值得每场都带有故事，你把故事累积起来，就让你有一个正向进取、锲而不舍往前走的力量，那就是你生命最重要的力量。你只要用这种精神，在任何工作岗位上、任何阶段上，你都会赢得你人生。